那你慌什么？你妈的，难道你选择奥矮落日伤天是呐？我也过了的，阿巴瑟我都过了，黑死病你还记得吗？老子你妈的那个黄金舰队让他搞，我记得的呀。上一次不就是我用死亡，你用阿巴瑟过的吗？是的呀，有什么嘛？你们还记得吗？黄金飞龙是不怕阿巴瑟的，哦，不怕黑死病的。妈的，你确定吗？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好，来了。黑死病光子过在暗无天日，还好呀，这搞得跟真的一样。暗无天日啊！啊，有什么嘛？那就我待们会不儿，知道在哪里，那个，对啊，怎么办？我再说呀，反正就那你几们个点再嘛。说。哎，这不是有吗？有的呀，有的呀，你看到没有吗？那第一个是有了之后呢？哎呀，再说了，我就先飞几个过去。他说我最低画质，我没有最低画质啊，我中画质啊，我开的，我没有开最低画质。能不能开高一点？哎呀，我机器拖不动呀，我那还什么推机器流呢，我嘛？推的1080P 的呢，不不是是，职业选手画质，这是张地图，是这样的。感谢嘉定孙一峰的一个高级头衔。你们等我那个等自贡那个我爸妈把房子弄好了，我把这台机器弄回去之后就可以了，就我就再去买台好一点的电脑。买了什么电脑嘛，i9，i9 是什么东西嘛？i9 是出 CPU 呢，CPU 是不是？啊，比如新出 i9 我只嘛，要知道显卡。1080Ti 啊，那再讲要多少钱呢？也跟现在差不多吧。我们需要更多的你确定吗？孵化更多的王虫。启动了一架无人机，这下应该能弄到一些额外的瓦斯了。他们说泰坦买不起啊，泰坦。泰坦好像有点牛逼啊。有点贵，妈的，这真的是黑死什么价格？病，都是黑死病啊。什么价格？反正很贵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因为从来没买过。你妈连你黄玉东都说买不起啊！哼，我以前都是买 AMD 的，后来上班的，有点收入了才买的英特尔，好不好？哈，其实我以前也是买 AMD 的。干 嘛？你们看不起买 AMD 的呢？我就不信了。我以前这妈个蛋！真的是后面上班了才开始买英特尔的。不是，我告诉我不是后面上班的以前 AMD 还要算很久，算你妈半天才能买。是的呀，不是。以前买 AMD 是觉得你妈性价比高的一批，好吗？又便宜，我靠！是的呀，哎呦，你的兵呢？妈的，老子哪来兵？我坦克呀！哎，黑死兵我真的没办法呀。不，你先去呀，你不去怎么知道没办法嘛？你走啊，你去呀！你去呀，你慌什么？哎，妈个我蛋的！你就为这什几么？个兵，妈的，我只能这样甩呀，那怎么办嘛？不，你视死如归，好不好？哎，妈个蛋！为什么你？哎，不要过来！好，不愧是坦克。启动激光钻击，1740亿。我看还有光子过载呢，妈的，这妈怎么办嘛？哎，那边快爆了，那边。不是，我没东西打得过去啊！不是我不想打呀，是我真没东西打得过去啊！我就几妈个老蟑螂，子，妈个蛋的！我早就该砸了呀你。妈的，已经损失了，好吗？所以你妈，你上来就用技能啊！你为什么要忍着嘛？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啊？我们需要更多的我方部队。你就想靠我一哎，个人，然后你他妈运营到最后 A 上去呢？我想看看你行不行？妈的，说不是阿巴说明你妈就他妈那么菜，那怎么办？你告诉我。说明你不行的，那怎么办嘛？那只能。
们好像很生气的样子。第二个我们看得到是在哪里吗？我们不是先应该你们把二矿看得到的呀，这个地方。看得到的。死吧，去死吧，去死吧！这些蟑螂，烦死了！不，你早点有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不就好了吗？真的是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哟，我们已经几级了呀？这还。那先打一盘看看情况。妈的！哪边嘛？这边啊，看得到的呀。在哪里？走。需要更多的瓦斯。我靠！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妈个蛋，居然有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以为感染体很难对付，跟极易传播体比起来，他们就算不了什么了。杀了他，如果可以的话。必须抵挡住敌人的攻击，之后这个妈个蛋，我全部中了。哎，你妈的，都去死吧，我靠，不要节约了好不好？节约你妹。你妈个蛋的，你这种跑到我下面来让我吃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就是故意的，妈，反正大家都视死如归，你也不要想你妈的有好日子过。操作了，你这个狗屁！干嘛？就是我就是故意的，你干什么呀？老子保护我的盟友，有错的？妈的，老子跟你做盟友真的好亏呀！啊，关键这个操作你被我看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干嘛？我就被你看到了，我故意的，干嘛？干死你，黄旭东！狗屁！妈个逼！哎，哥，正面。那你现在就要叫我了？不是，我现在在叫你了，而是你不来的话，那个是没了。啊，本来就没了。啊！哎，我就跟你说过得了的呀，你只要你不要贱，我们上来就吃了，死就死了，然后把黄。那你开始就这种想法不就好了吗？第一个船就不会死了。我开始羡慕那些船上的人了，至少死得很痛快。好，重新来好不好？好。我决定要黄金飞龙了，我先跟你说。什么叫黄金飞龙？就是飞龙这个东西，你妈的，它有一个技能叫回血很快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来，飞龙有个东西回血很快的。女王也不靠谱啊，女王。哎，我只能记住我的。这个也不行啊，这个。快点呐、啊！你行不行呐、啊？妈的！哎，过了，烦死了！
好了吧？残酷的、残暴的杂加拉，可以了吧？对呀、啊。管你妈！你上来就被我看透了。你这个操作，关键是 你不要，你不要前期怕死。你要怕死的话，妈的，我就你妈的，就跟你拼一枪。我不会怕死。你会怕死是不是啊？好，你他妈前期障碍就给我上去甩。我不甩，我 A 上去。好。指挥官们，这颗星球爬满了感染体，我必须把我的人都救出去。感谢明月半已生出的第二个飞机啊！感谢这位兄弟，但低调点，兄弟，不要那么拼。我这个画质没毛病的呀，我帮你们调嘛，你看嘛，我帮你调到高，好吧？我会把我们的飞船画质调到高，你们看吧。如果你们能在任何一艘飞船有什么毛病吗？没区别的呀。但我想问一下，现在比如说，而且我调到高就很卡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我问你，现在那个画质的，我问你啊。啊，你说嘛。现在比如说那个1080的那个，显卡多少钱嘛？好像很贵，多少钱？5000块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关心。这你没打算买是不是啊？对啊。哎呀，我机器带不动啊！你看我现在我这个机器才多少帧嘛？我现在才80帧。孵化更多的王虫。我买那么好显卡干嘛嘛？我980Ti 够用了呀。我知道，我就这么说嘛。如果我们要配台要多少钱？我现在妈穷的一逼，好吗？所以我问你啊，多少钱大概？好像4000-5000吧，他们说。不是，我说的是那个，比如说你说的 i9 什么的，妈这种浪起来多少钱？10000多块钱吧，12000-13000就好。妈那么贵啊？是啊，这个价钱的呀，12000-13000，我觉得不够吧。够了，你不要太浪，你要不要太浪？就你不要去浪那种蛮莫名其妙的东西。不，什么东西嘛？比如说啊，比如说什么东西嘛？浪个机箱啊什么的。哎，这种你妈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实在一点，对不对？好。i9 太贵了 ，i9 我估计我，上呀！我靠，我都上了，你那你还不上？你慌什么？你勾过来先死掉呀！有一艘飞船已经等不及了，无论有没有你们的帮助，他们都决定要起飞了。哎，不要打那个建筑！那怎么办嘛？我现在这没东西打得过，你知道吗？你快点来呀，扎加拉！我来了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我人波毒爆。你人呀，我管那么多，我反正这视死如归的。好，你妈的，你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也不说什么了。你妈，大家坦诚相见。哎，我都埋地了，你还打我，还打我红血的，妈的，是人呐！走走走，上去 ，A 上去 ，A 上去。A 了 ，F 二 A 上去的。你人呢？我在后面打那个垫子，我靠，没有我打这个垫子，你打不好、啊。你反正不要中就好了，我这边反正。妈的，我肯定会中的。我反正是视死如归的。本来就视死如归，好吗？好了。哎，上面那么多兵哎，大哥，你走了什么意思啊？我 A 了呀 ，A 了呀，一会儿被打爆了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，妈，老子无敌的毒爆部队来了。好好，打爆，谁说打爆了？
妈 A 不过是什么鬼嘛？飞了没有嘛？还没飞，还没飞。啊！我上不来了呀！我们打得太怂了，真的打得太怂了。慢。把自己怂死了呀！瓦斯，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妈的，飞龙也死了！我靠，都直接变那个了，那么凶！你妈的，家里面遭中了，家里面。妈的，谁他妈跟我说黄金飞龙的？我靠！妈，你靠不靠谱啊？还可以黄金飞龙，但是成不了型现在。那你现在怎么办吧？走那边，快点，走。利维坦不行，利维坦有点，利维坦拿这个没用。哎，你妈老子咱家那里，快点上了！妈的，我咱家那里中了，反正我妈不现在视死如归了。上！你人呢？来了呀！妈的，老子那么视死如归的在前面，你妈的拼搏，你他妈在后面搞毛啊？你在后面？不是，我飞龙不能这样死，你知道吗？我飞龙成不了形，这叫什么飞龙吗？那要怎么样嘛？肯定是你们先去吃一波火力，我再去啊。怎么样啊？打死了呀！好。没时间阻止他们了，我们也来了，离开此地要不了多久，引擎噪音就会把感染传到你那里去了。妈的，不要问我守不守得住，反正我尽量守。恐怕就没有多少人还活着。我也就这样了，他妈的，老子这飞龙也不管了，就这样吧，管他妈的。妈，想通不就好了吗？我最后还能放个大。你放呀。怎么利维坦又变了吗？这黄金飞龙是不是不怕吗？还是减血的呀？谁他妈跟我说的不减血吗？妈的，靠不靠谱啊你？妈的，隐形女妖怎么办嘛？老子被人骗了，黄金飞龙！哎，你到底靠不靠谱啊？看看叫黄金飞龙减不减血，你不要紧。31、32。妈的，这里是没有什么问题，我觉得至少还减血的呀，这个黄金飞龙。妈的，这下面血战，你妈血战台儿庄，我操！不用再派部队保护他了。我靠，家里面怎么中了一个？那什么，我家里面？我家里面怎么中那个了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他妈阴了我？哎呀，我跟你在前面奋战，你又不是没看到。妈，你也看到我在刚才在前面很威武神勇的呀！你妈怎么哪有时间你妈弄家里面？在我弄你又怎么？我们是盟友。你刚才是不是想说怎么样？我弄你为什么我要弄你们？你不要乱说。这人真的是妈的疑心病太重了，我告诉你，黄旭东，你真的疑心病太重了。切，妈莫名其妙家里面中了一个这个，我怎么知道嘛？哎呀妈，这些你妈的建筑烦的！哎呀妈，这个黄金飞龙真不靠谱，我还不如用那个。关键这个太凶了。哎呀妈的，我来啊！早就该来了好吗？呀，我怎么开？哎，我矿都开错了，我怎么开在这里了？你是瞎子吗？妈个蛋，算了，这盘已经没什么机会了，就这样吧。矿都开错了，靠！
在引擎预热期间受。我靠，怎么还有这么大一坨冰上来啦？反正我们已经输了，就不用想了。那你为什么那么自暴自弃嘛？我们还没输，还有希望。你告诉我，希望从哪里来？妈的，希望就在我们的手上，舞动我们的双手，创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妈，基地，哎，要爆了，要爆了！我这飞龙打不过这些机枪。飞龙就没成型过。不，你飞龙没成型过，我怎么办？你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说一遍，我能怎么办？妈的，我真的不能再用飞龙了！妈，谁他妈骗我？真的被骗呢？飞龙再屌，你妈也没用，太脆了。如果你们能处理一下他们，我会非常感激的。记忆传播体逃掉了，一想到地下的某个地方藏着那种……妈的，老子他妈的血战啊！我耗在这边。妈的，又中了啊！中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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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吧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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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我都不反抗了，你看。已经有不少人顺利进入了高空轨道，但是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你靠谱点好不好？简直就是受不了。我们需要。我不是不想靠谱。那是什么意思吗？是我被水友们骗了，跟我说黄金飞龙。你妈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行？你可不可以好好打？可以啊。啊，他有隐形女妖的，我靠！隐形女妖我就没办法。你这种有飞龙的，为什么不带个那个呢？不带个眼虫呢？军毯愈合，现已就绪。我们退了好不好？我们再打一盘。啊，你现在叫退，我们再坚持一下嘛。好，再坚持，再坚持一下。啊，那么大个东西就是。我们的盟友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瓦斯。你怎么不开矿啊？我不是不开矿，我根本就没钱开，我一直在那边爆兵。你他妈还冤枉我，我在搞事情，老子多么心痛。这飞龙是真的会死的呀！我操，你妈的，谁跟我说回血不会死吗？你靠不靠谱？把这些女妖解决不了，我怎么打？你告诉我。需要更多的瓦斯。哎，我的眼虫呢？来了来了，眼虫来了。如果机器人回到设施的话，你们就无法攻击他们了。如果想摧毁他们，那就抓紧时间。上呀！走走走走走。来了！现在我最大的问题是这些这个天上的这个我没办法。天上这个你们啊，不是那个不是天上。我靠，这一波怎么办？我来这波。不赢了吗？妈个蛋！妈的，老子真的是血战啊，在那边。我靠，这波农民你妈的已经没用了，已经废了这些卵。我真的是在那边血战呐！哎呀。重新来一遍好不好？我被人骗了，这个黄金飞龙一点都不靠谱。那你要出什么啊？你要我去个厕所，你要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啊，你想想，给我一分钟时间。我要出那个海鲜团才行。看录像啊？要不要去？我来看一下录像。靠！他把他踢了。
来帮我们真是太好了，指挥官们。只要一启动飞船，这个观战模式只能看这个，看不了。12分钟。战场对手对人类，有一艘飞船。进化完成。一艘飞船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我们的部队进化完成。我们让感染体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敌方部队再损失一。共享一重恢复，治愈进行中。我们的盟友正遭到受到威胁。妈个！快拦截他们！哎，这个狗逼！哎，哎！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这个狗逼！老子就觉得不对。我来了。你妈个狗逼，孙一峰，你拉了一条狗什么意思？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你拉了一条狗到我床区里面？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老子有录像为证，现在有这种事情？快点，你妈烦死了！干嘛？就是我做的！你妈个蛋的，干死你！这个狗妈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，妈，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会中这个吗？你妈，你现在笑得很假，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能不能卖冰释前嫌嘛？快点把它打过去，我要睡觉了。我也要睡觉了呀。这里的情况急转直下，指挥官们。妈个臀！哎，你说跟这种队友打，你妈是不是很气吗？不是，我们能不能一起度过难关，携手？可以的呀。啊，你妈的！我告诉你，虽然我们不是你妈的盟友，但是你妈的敌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。你妈能不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？被阴惨了，我操！晶体矿不足。我帮你拉点屎好吧，门口。感谢水友的飞机啊，这个英文怎么读我不知道。The Black Heart。妈，你这个 The Black Heart 我也会读的，好不好？妈的，关键是你，人家是，算了，妈，你这种单词分开来，妈一个个念，我怎么抓得住你嘛？妈的，它是分开来的呀。它是分开来念的呀。算了算了。我们携手，妈的，先打过再说，好不好？不说其他了，好不好？你妈的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脑海里只有你妈的六个字，就是你妈好兄弟讲义气。干嘛？孵化更多的王虫。我来在你那边拉点屎，免得你被人干了。好，果然是好兄弟。你要出什么嘛？这盘我出海鲜团呐，海鲜团啊，我只有海鲜团才扛得住这个，对不对嘛？嗯，不，你又不是有加血嘛？当你差不多，你就加把血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的呀。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进化完成了。各位指挥官，
我的一位飞船驾驶员快要情绪失控了。走呀！他很可能要在没有你们保护的情况下擅自发射。你稍微等等好吧，不要那么拼。不，你的狗死了就死了呀。那老子，咱家拉很重要的嘛，小狗前期。妈的，全部来过来过，视死如归吧。妈的你什么意思啊？刚刚说的妈的大家一起死，你还想活呢？独生的你还想？恢复开始，僵尸部队。一艘飞船擅自启动了引擎，感染体朝他们涌过去了，快去帮帮他们！好了，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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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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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回血能回回来吗？妈，埋地回血能回回来的，那么穷啊？那就埋地啊！我靠！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哎呦，你不打掉了吗？不是打不掉。爽不爽？我现在想靠你，你妈的拼一枪呀、啊！现在。好了没有嘛？我这波自责到不到位？到位，到位，到位，到位！漂亮，漂亮！那没了呀！一艘飞船正在求救，感染体已经爬满了他们的船体。哎呀，老子他妈的！大量剧毒巢穴已就绪，建议部署。应该打不掉，应该打不掉。打不掉是吧？这边啊！打架了就死在这里吧。我没想过活着，我想放点技能而已。有没有加血？加我血！加了。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把这些能打的都歼秒了。说的没错。哎，你的刺神呢？没啦？妈的，你以为刺神是无限的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吗？我们先把矿开了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呀。走，去那边，去那边吧，去那边，去那边吧。我现在不能说兵强马壮，但是还是有点实力的。但你要妈的有对空的，你怎么办？不，有对空，有那个女妖，我怎么办？我问你，不是你怎么办？我出了一个呀，我出空对空来对付他呀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你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现在没有女妖呀，这盘哪有女妖？我知道呀，这盘暂时还没有呀。空投，空投，空投！啊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在。啊，我不想先中那个。虽然可能到最后是不得不中，但是我肯定不想先中呀。我懂你，我懂你。瓦斯不止，要不了多久，引擎噪音就会把感染体吸引到你那里去了。需要更多的瓦斯。能不中肯定不中的呀，这个。稍微守一下，稍微守一下，我需要更多的瓦斯。那些人的处境非常危险，指挥官们，倘若不施以援手，他们会死的。他妈的，我们都要死了，还他妈的他们会死，他们死了，妈的反而解脱了。我在后面一直在打，你那边的兵一直在被我打，你没看到吗？哦、女妖，女妖。
加口血，加口血。哎哎哎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对空，不是没有对空，我没有地面，他全部打了。妈个蛋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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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必须要有地面吃那个的。我一直在用毒爆在那边引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有，我们必须要有地面才能够吃到那个。走下去下去下去，应该下去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瓦斯。必须要有地面，要不然的话这个很二的。走走走，下去下去下去，你在下面还在搞毛啊？需要更多的瓦斯。我好穷啊，说实话。像我吃那个，真的，老子真的好穷啊！你穷什么嘛？妈的，要钱没钱，要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下面走。那我现在主把滚播上去再说吧，反正妈逼指望你也不行。不知道哪边有一波兵来了，哎，妈了个混的！什么情况吧？现在情况就是我背黑锅，我来送死你去。哼！背黑锅，我来送死你去。你妈，老子全部农民全部都是黑死兵，我干他娘！哪里嘛？你不要慌，妈的，我们是一起的，老子不会传染给你的。哼！妈的，都吃满了，算便利微坦吧，我都要死。哎，我这个有点扛不住啊，这样扛。扛不扛得住？再说一遍。应该马上要飞走。想办法干掉极翼传播体，别担心，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能活着就好。这应该飞了。哎，你妈的，怎么还有黑死病？我家里面到底有多少个黑死病啊？已经有不少人顺利进入了高空轨道，但是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。瓦斯不足，我靠，这飞龙怎么这样了？好，那边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瓦斯。这波飞龙有点伤啊，这样。妈的，你不要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啊？我没。妈个蛋！哎，我又没死兵的那个地方。妈的，刚刚死了一个好吗？我看到的。哦。这怎么死了嘛？死了嘛？我过去都来不及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们今天打不打？到底能不能打了嘛？我们打得勇一点好不好？不，这盘我已经很勇了。我上来你妈砸家都是死了。等等，我研究一下。持续狂暴时间，蟑螂的血量。他们说阿巴瑟出宿主，你们不要骗我呀！马老子这种宿主从来没赢过。来，没问题。我可不可以用一盘宿主嘛？可以用，你用吧。我他妈打那么勇，那我用宿主喽，你不要怪我哦。用吧。哎，每次我用宿主都打不过。
哎，老子他妈的残暴的杂亚拉都打不过，这周你们难道要搁浅？不会的，我们只要稍微的研究一下就可以过了。我是 Deborah Green， 凯莫瑞安当地采矿队的会长，我的人必须尽快撤离。那个你妈狗逼的，这个你妈的光子过载，我干他娘啊！他好烦呐、啊，这光子过载。他们说黄金飞龙，我用不来黄金飞龙啊，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我的黄金飞龙。飞船周围建立起一道防线，飞船的驾驶员就会启动发射程序了。什么全女王？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全女王，我全女王，然后你妈的加血拼过去，好像是个说法呀。妈的，你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这盘就随你随便任性，我妈视死如归，好不好？在这边放那个，在那边也不用放了，反正就这么回事了。我飞龙升的科技的呀，我刚上来。你们看到我升科技的呀？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妈的，全女皇试试看，疯狂加血，说不定有点套路啊，这个。孵化更多的王虫。有没有道理？黄金女王，狂加血加那个蟒兽，你妈蟒过去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你妈的又被骗了，黄旭东。试试看嘛。妈的你别忘这帮你妈这现在妈在直播看我们的二 G 二五仔，你妈都希望我们输好不好？不是，总有几个忠义之士的呀。你妈的，我们没有，难道都是二五仔？你忘了昨天你妈你现在坑我，他们怎么来？坑蒙报信吗？你妈的什么小告诉你小事要怎么坑你，不要问我是谁，我是二五仔，我以二五仔为荣，这种你妈这种二五仔你怎么办？哎，都到我门口弄点那个拉点屎。慌什么嘛，进化完成啊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相信你们，我那么善良，忠义之士，你妈有个毛的忠义之士，都是一群二五仔。妈的，我相信你们，忠义之士们。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靠，150，那么贵啊，女皇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有一艘飞船已经等不及了，无论有没有你们的帮助，他们都决定要起飞了。啊，去啊！妈的，我不是在当女皇吗？虫群战无不胜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对手，人类。晶体矿不足。我操！你妈总要打这个东西。我们需要更。那没错，老子就帮你加血，涌涌涌涌上去，涌上去！你妈的，不要总要打的，怂个毛！指挥官们，那艘飞船仅凭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孵化更多的王。老子已经你妈的已经那个了，我早就视死如归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说扯什么。妈逼，你跟我不一样。你看，我可以给你加血的，你慌什么？加口血，精神恢复，治愈进行中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妈的，我的女皇已经全部中这个了，不管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这忙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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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个蛋，我们也是有脾气的。有。妈的，凭什么女皇不能打吗？妈的，凭什么老子干，老子要跑吗？妈的。家里面好多兵啊，说的没错，妈的我差点框到你的女皇了，因为我的女皇已经长大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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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滚吧。
我这边拉屎拉屎拉屎。拉了拉了拉了，那边那边过来干你了啊！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啊！哪里吗？哎，我的，我开矿的能力。他没说在哪里吗？第二波。先 A 过去，管他在哪里，先 A 过去再说。有没有道理吗？总要 A 的呀。下面。啊，在下面啊。对，你 A 呀 A 呀。那我先下来了呀。我先去滚一波，我先滚一波，你玩等下去。妈个蛋，只能靠我了呀，这时候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进化需要更多的王虫。第二波，不要急。还有第二波吗？妈的了，就三四波，好不好？晶体矿不足，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，我们需要。好了没有吗？好了，可以去了。走啊，快，走。妈的，你走开呀、啊！占位置。站好了、哦。站。直到飞船升空为止。我有个大的。你有吗？加过去回防一下。将置于部队。我们需要。这叫纯女皇好像还有点靠谱嘛。哎呀，你妈的都我们。我们的你妈的直播室里面都是妈综艺知识，果然有综艺知识啊！肯定的呀，妈的果然有综艺知识，太靠谱了。我还有点实力吗？这女王，还一分钟。他妈的又中了这个东西，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养出一条蟒蛇？17秒应该没问题。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好了。反正已经死了，可能女皇也差不多死光了。我靠！如果你们想解决他的话，最好尽快动手。女皇也快死光了。正在交战。好，最后把大招放了 ，nice， 这波拼掉。妈的，这是个毛的防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意义的呀，防没意义的呀。来袭，准备防守。你把你养条蟒兽出来吧。84，走一个蟒兽呀，92。他到现在为啥？好，站！哎，你家里面被这个了？没事，都是小事儿。妈的，你打呀，解放的呀，哥！啊，我是对地的，怎么打？上，我有个空对空。一定要保证飞船的安全，指挥官们。哎，他有点贱，不打我那个农民居然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瓦斯。晶体矿不足。
妈的先淡着，就这样了，能怎么样吗？我们现在就这个态度。啊、对的，没，你说的没错，你妈的，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。对呀、啊，干嘛嘛？不行就加一口。忘了。老子他妈的有波波流，我有波波流，我告诉你们，有隐形啊，有隐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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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变那个眼睛过来。妈的，我后面，哎哎哎，基地基地基地，那个，快快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够不够？够。你妈的，这波如果滚不赢，我也没办法了。老子你妈的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儿了。哎，女妖。女妖，我怎么办？女妖，你跟我说女妖，我有什么用？妈个蛋，还是爆了！我飞龙来晚了。算了。哎，我主要……老子这波拼完了自己所有200人口，你居然跟我说还是爆了。我的锅，我的锅，这波是我的锅。我主要没升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我没升空，没升空中那个 AOE 被他一波打伤掉了。这里，走。妈的，老子你妈的残暴的杂家啦，你妈的感觉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啊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女皇站不住。这次黑死兵我感觉比以前那个厉害嘛。你有这种感觉没有？以前那个减血没那么强。还有。妈的，你就被你眼虫呢？我眼虫死光了呀！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这个打法很费气的。返回设施了，如果你们想要处理他们，赶快动手吧。不，你就你妈的硬战战的。马上我眼虫再往这边飞，但是来不及，有点。交给你们了，千万别让他们失望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锋，遭到攻击。妈，你这眼睛飞的真是慢，刚被干了呀，那怎么办嘛？我方部队，我们遭到攻击。妈的，这个真的没办法呀，感觉。怎么你在打那边啊？那边是？那边会过来的呀。妈的，我这个也死了呀，眼虫又死了。加口血，加口血，加口血。妈的，我没对空的对，被你们解放者打的妈妈都不认识，打的身后已经不能自理了。那你让开啊！我有对空的呀。怎么又变成利维坦了吗？我靠！这样吧，这样利维坦也是兵呐、啊。啊，飞了。这里集中进行设定，指挥官们。不过要继续保护好余下的飞船。现在打哪边吗？我不知道。什么又要马上攻击飞船呢？你妈的在！哎，这死了！都看不到就死了飞船。绝不能上演这一幕。我开始羡慕那些船员。哎呀，我好累呀、啊！为什么我们会打成这样？不，你我们想个战术吧，我们不要你女王靠不靠谱？我觉得你后面女王你也没用了。女王到后面没用，就前面有点用。
那怎么办？你出什么？要么你出大，你用大主教好不好？好吗？大主教行不行啊？大主教你出什么？大风暴啊？叉子带风暴呀，去了。你把你这根叉子过去，不就是卖吗？那有什么东西吗？那我女王也不能用。然后我如果那种女王的话，其实也不会，因为女王后面的兵性价比太低了。我觉得这样，我抱女皇，我把攻防升到三攻三防女皇。妈的，老子不要出飞龙了，出个毛飞龙，妈一毛都没有。老子就三攻三防女皇，两 BV 升，有没有道理吗？你说的没错。就女皇带蟑螂，好不好嘛？好，妈个蛋！如果我能用雷诺的话，三攻三防女皇还是有点输出的呀。我觉得刚开始两个点，那个女皇还是有点意义的。对，女皇很有意义。刚开始，这颗星球爬满了感染体，我必须把我的人都救出去。只要一启动飞船引擎。那些怪物就会来袭击。怎么办？如果在发射飞船的过程中得不到你们的保护，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颗星球。画质我真没办法开，我开了很卡的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们已经有多艘飞船准备发射了。对于一个操作型的选手来说，这种卡很难受的。如何是好？废话，你妈的，对任何人来说卡都很难受的，好吧？对你妈，你是不是操作型的有一个毛线关系？因为我就是操作型的呀，我感觉很难受啊。稍微等一下，我去拿瓶水。啊、哦，暂停啊！暂停。看来我就把空调开了，你妈的，打的热死了。来了吗？还没来。哎呀，猛男们呀，今天你们要遭中了呀！这如何是好？不是打星际很热的，对，打星际很热的。我来了，来够了，够了，哥们，哥们，战斗，妈的，我们今天必须要过，要不然的话太丢人了。不，我们不要给自己设下这种目标，好吧？也对啊，没必要那么拼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不，万一你妈你设这个目标，最后我们没过，你妈才你妈丢人，好不好？嗯。过了，我倒觉得也不丢人了。他说以前我的高画质，我从来都是中画质，我从来没有设过高画质，九幺知道的。我真不知道，说实话。我从你看我打星际设过高画质不了，从来没设过，从来我都是中我的个画质。瓦斯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妈的，生命加十没用，攻击力提高四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什么情况嘛你？我在研究这个你妈的这个狗好像没用啊，我现在。狗只要多摁上去就好了，拼一枪。废话，妈的，拼一下！你说那有那么好拼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好吧？我们需要更多的。我。晶体矿不足，进化。我们需要。他第一波在这儿的，第二波是在我们二矿这儿的。你到时候那个拉屎的时候小心点，注意一下。反正我帮你拉了就是了呀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
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有一艘飞船已经等不及了，无论有没有你们的帮助，他们都决定要起飞。咋加了呢？需要更多的矿物。不要慌，还没来呢，咋加了？来了，好的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，进化完成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莽了莽了莽了！哎妈，能，他妈的你那么莽啊！我靠，蟑螂就没用的，反正都要死的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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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错的呀。没错没错。该死的蠢货飞行员擅自发动了引擎，指挥官们，那艘飞船仅凭自己是不可能成功的。来打来呀！哎，飞船呢？哎，哎，飞船呢？在下面，我靠！你妈了个蛋！怎么在下面呢？哎，你们已经损失了一艘了，我干你妹呀、啊！我靠！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好不好？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！妈了个蛋的，被智商爆了！你妈个蛋的，我们两个是弱智吗？哎，这不就弱智吗？我们两个？哎，妈个蛋！好丢人呐！有什么丢人的吗？我们两个智力太低了。Go。妈了个臀，老子好不爽啊！哎，这盘怎么打的？我的头好痛啊！妈的，暴雪这种妈江郎才尽的公司，居然能设计出如此贱的这种妈因子，烦的一逼！没，他永远只有这个因子能欺负我们。妹妹，他还有很多因子可以欺负我们。切！妈的，即兴不定可不可以欺负我们？可以。啊，那你妈的那个。我们最后打一盘吧，打一盘都过不了睡觉了。好，明天打，明天再战，明后天都有时间。对，明后天今天再打不过去，我们就睡觉了。因为我们现在五个九幺的生物钟啊，就这第一个是正面啊，第一个。我知道了。我跟九幺现在的生物钟是很早就要睡觉的，这个星期绝对把生物钟调到这个时间点就完全不行的状态了，是这样说吧？对的。不，很早就要睡觉，也不是因为我们要调生物钟，而是你妈的有点累。被迫。倒下去就是尸体的感觉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晶体矿物。我们最近这个星期真的上个星期太累了，所以在慢慢的恢复体力。没错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反正一年就两次也还好，是这样说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不，他只是累，其实倒还好，主要时间太长了，对不对嘛？嗯。有很多你妈的，这猛男都没有办法来，说白了。所以下次弄到寒暑假嘛，不就好很多了吗？对啊。我们需要更多点新人，对不对？妈的，世界充满了爱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对，因为那个他一路就是一个星期嘛，一个星期有些业余选手他们毛19天好吗？对，就很多业余选手来不了嘛，还有很多学生刚好是在读书的时候来不了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一个星期想多了呀，一个星期。我们需要好了，我砸下来马上帅了，在上面啊。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瓦斯。
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你急什么？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妈，这些毒爆都是有生命的吗？我找一些没有生命的毒爆，不都一样的吗？他们很快就要发射了，不管有没有你们在场，等我砸下出来再说。晶体矿不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来来来来来来了。晶体矿不足。稍微上来就中了，中不准，去死吧！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，需要躲。咱家来最好还是不要中啊！你不要中，我这些中就中了，反正我已经视死如归了。这艘飞船正试图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发射，感染体会在他们飞起来之前就扑过去。不是，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的是，不是。不是你妈，我想不中就真的能不中的，你妈你歪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干他干他干他！我有第一口血可以撑一下。第二口血。O 不 OK？ OK。白丹已经抵达了一艘飞船，趁还有机会，快阻止他们！你妈的，已经中了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哎，我怎么都死光了？我他妈的！妈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都死光了？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我操！敌人，感觉有点扛不住啊！这个，啊，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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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了。飞了，你妈的，你也要上的呀！你不上呢，飞了。为什么比上一盘感觉艰难很多嘛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你妈的！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，计划完成。我们的盟友更多的王虫。感染体是个不小的麻烦，但 A 梦的部队威胁。先把这些 A 了。哎，是啊，这下面这个，下面这个，快快快！我知道，我再来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多个巨人巢穴可用，必须使用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哎呀！滚滚滚滚我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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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。什么叫防空 A 了？感染爆发后，我们的跟出者机器人就发生了故障。你们有没有时间处理？好了，来上啊上！我站上去了。站啊站啊站！刚刚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，指挥官，我们欠你们一份极大的人情。这么小的，军坦愈合已可用。要不了多久，引擎噪音就会把感染体吸引到你那里去了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哎，这爆了吗？这个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妈的，你不要吓人呐！哦，看动了没动？看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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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，看歪了。
正面上面上面上面，我毒爆有点顶不住现在。我知道，哎，女妖，哎妈个蛋的，又忘就造眼虫了。我幸好他打我这个兵，打我这个兵还好。妈的，都扛到女妖能量用光了，我们你妈的也是猛男啊！妈的，谁让你要扛到女妖能量用光嘛？老子又中了，反正忘记带眼瞳了，不好意思。还有几秒？一秒就是飞了，啊、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。那艘船现在安全了，但是还有很多飞船需要你们的帮助。那还有去送的。哪里还有飞船吗？现在不知道，你去六点看看。我们需要，如果跟出者重新进入设施，就找下面，下面，下面，下面。想要打掉他们，就赶紧行动。你人呢？我去滚，我去滚，我去滚。我们需要更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滚了吗？稳了第一步，但是加过去冲了。我这个不是我，主要我不太适合防守，你知道吗？我是那种妈爆发的这种兵种，知道吧？我防守会很二的。我站好了啊！站，再来一波毒爆吧。我都是那种，我不是消耗的兵种，主要。妈的，我这反正就六点攻击，妈个蛋，就这样了。这一波我有点起伏，我操！要什么？主矿，我去救。妈个蛋！好，救了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我农民我拉走了。下面什么情况？下面我靠！守住的情况。妈的，我都已经直接不知道怎么就变得跟……哎呀，蟒兽都扛不住了。扛不住了！妈的，我现在再扛好吗？还几秒钟吗？七六五，可以，四三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好，不用管他了，别管他们了，他们已经不再是那边。敌人径直向一艘飞船去了，别让他们靠近。这里那么多这个。我想说的是，大约还有一半的人员需要撤离，全靠你们了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的兵是你妈的去打爆发的，不是你妈的这种防守的，防守非常不适合我。告诉你，我知道。我去撞，好吧，我去把这个破了先。走嘛。你不用去，就我。我们需要更多的。把这些房子打了，妈个蛋的。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了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家伙想要加害我们，还好有你们的保护。我们的部队，我们的盟友正在交战。我来打，妈的，你又往眼瞳啦！我再变，再变。妈个蛋的，真的是！不是我刚眼瞳被打了，不是我忘了。蜕变完成了。我们的部队。先我把他勾过来。保卫巢区。我眼瞳速度都升了，就为了这个。
站上去，站上去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站站站！我后面还有波毒爆接引。进化完成了。在引擎预热期间，守住防线。记忆传播体可不会一直待在地面上。下面那个空头好像空头房子过来了。空头我来，空头我来。遭到攻击。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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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结了结了。在里面，在里面。对面能不能守住？这边守不住，我再守不住，守不住，守不住，正面守不住，肯定守不住。我们的盟友正面遭到攻击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守住了吗？不知道。需要更多的矿物。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我切在家里，我在切在家里造东西啊。妈个蛋，那么多。不好弄啊，这个雨啊倒是被我戳光了。敌人刚刚离开了他们的基地，我们没有多长时间了。这口血有点硬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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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硬手。这口血有点及时，我只能说。还有吗？还是不是还有那个吗？这上往上飞的。什么叫还有？是不是还有一个？还有啊，肯定还有，还肯定还有啊。妈的，咱家他出来就是、出来就是，妈的，反正也已经习惯了。就上面这个飞船呢，是这个飞船已经飞走了，走上面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我他妈没咋家了，有能不能再加口血？没血，没血，没血了，没血了。哪有那么多血跟你讲？我先上好不好？我先上好不好？你上呀。我走错位置了，你妈的！哎，反正你都要先上的，你走错了就走错了。走开了你，让我进去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直接先把这旁边这种打掉呀，一会儿他要那个的呀，一会儿他要出人，他要暴动，他要暴动，对啊，对对对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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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需要更多，所有人都已经。我下面还有一波保底，我下面还有一波保底的。我再变点，再变点眼睛。那艘飞船正在受到感染体的攻击，指挥官们。妈，又有个女妖在白打我，我的眼虫你妈的还没飞过来。你守不住跟我说一声，我有一波毒爆保底的。太老，这兵你妈的，我的兵主要只能拼一枪，我操！我要用守不住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这个只能扛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上面，妈的，上面，我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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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把这些兵都勾过来了。我操！这上面这个。先勾过来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什么情况？三十秒，三十秒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守住。三十秒有点扛不住啊，我跟你说。二十五秒呢？悬，扛不住了。妈的！哎呀，我尽力了呀，老子他妈的那么多的部队。那最后一船，最后一个飞船，这飞船死了吗？这最后一个飞船吗？你确定？妈，这个房子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哪里啊？那个房？我操！妈的，老子尽力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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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哪里嘛？这边啊，这里啊。走。最后死之前放一个大，
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进化玩具机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强行打进去的过去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矿物。踩了。啊，就这波了，我就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按在这儿了。那我妈的眼中看。那边有，那边有，那边有。管他哪边有，反正就这样了。我后面有一波毒爆，是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我才会冲上来，现在我不会冲的。加口血，加口血，大家加口血，先他妈，呦，猛男来了，猛男那么多，准备防守。哎妈，家里不要了，家里不要了，不要跟我说家里啊。上面还有坦克，我靠，这什么鬼？女皇，我打不动这些东西啊，有点。上面坦克滚的，上面坦克滚的。坦克，我第二波毒爆来了。我没东西了，哎，没了，没了，我上面被坦克打光了。哎，你妈的！哎呀，功亏一篑呀！哎呀，但最后两个没过。算了，我明天打吧，好不好？明天再战，明天再战。明天再战，哎呀！明天再战。好了，明天再见啊！明天再见了，你再吹会儿啊，各位观众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拜，明天再战，明天再战，就这妈这种都输了，太伤心了。20啊，推到20结束，拜，各位拜。妈的，被绝杀了呀！靠，走了。